All right, I'll be waiting. Who's up for the next round? This is Asha, coming to you live from the Cal Examiner contest. Semi-final match has ended. Congratulations to Yang Wu-Yi on becoming the second place examiner. Quest 186 to 237. Paloma, stick them on the top left of the quest board in order. Morning. A new customer? How may I help you? <笑>原来是来报名参加招新试炼的新人呢。 见笑了，在为你登记之前，还有一个小小的初步考核。好了，虽然没能测试，但这场终结之刃。 破望水晶，天命罗盘，合称为帽。水晶具有采集和记录风景的。啊！可恶！就不能让本大爷安静一会儿吗？ 可以采集和记录风景，还可以照出生物的原状，还有一件事，白姑娘，你还在这？刚才药剂，女孩，好，阿笑。 麻烦你带他去档案部吧。以及白鹿姐姐压榨未成年人，那场海难之后，他就和以前不大一样，经历过那样的事，也是在所难免的吧。半年前，小妹妹，能说给我听听吗？叫学姐，我已经在冒险家协会待了很久了。好的，学姐，那场海难究竟是怎么回事？ 半年前，夏言姐姐，好，登记表来了，你在这里按个手印就好了。嗯，只剩子慧、梅三和端木三个，谢谢。不过麻烦新人做这个不太好。 何况端木，我是耍猫的小姑娘，每天来刷牙。 是找老师吗？老师在那边的海滩上。
来了，快抓住他！太妙了，还干掉你！咕噜噜！45，攻击帝王蟹背后18.1062度方向。谢谢，帮大忙了。据我研究，每月落潮之日太阳升起的5刻中，银铃香辛料，6个月前的事了，想不到南哥还记得。改天我去谢他。啊，你们是一起回来的吗？太严肃了，不行。这，你难道打算？猜的没错，为冒险家必须知晓己身，我即是世人所见。就像这样吗？没什么特点呢，像这样如何？还有一些花纹，像这样如何？这样就完美了，非常感谢，请冒险家协会帮忙，果然是正确的选择。看来你还挺有做生意的天赋呢，不如以后跟庆丰水界的淡水凝碧，虽说我还是更倾心于小颜自用的香水啊。钟楼的故，半年前的海难，那不就是夏言遇到的那次？跟上去听听。我也去许个愿吧，希望能顺利通过冒险试炼，成为冒险家。想要有个人一起去冒险。天色晚了，先去找南哥和寒宫巷520号，应该就是前面那幢房子了。那还有假，我瞧得真真的。要说胡言乱语，给我闭嘴，再不滚开我就不客气了。